意思，那个可以带宠物上车吗？要先注明在 Apple 上面，没有注明的话，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让你们整个带宠物上车。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它还蛮乖的，所以我可以通融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出来一下，因为我担心他没有坐过车会晕车。你想宠物，它有的，你像鹦鹉，它那个爪子也很利啊，然后它的那个嘴巴会不会乱啄？它真的蛮乖的。但是我在找一辆可以让你带宠物的车子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有点赶，可能会来不及。因为它真的有点太不舒服了，我真的不会用到你的车了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没有关系的，如果你能确定它不会弄到我的车子，马上出来好了。你是司机吗？你没看过鹦鹉会说话吗？这个是能够智能的，不会吧？还是那种机器玩具那一种的？它是真的鹦鹉。嗨，你好啊。哦，你是那个卖咖啡那一只哦。你有看到、那個？哦，有。你知道沪语哦？我知道哦。厉害厉害。那我这个不是，我是真的。几年啦、啊？五六年吧。啊，老司机哦！啊，老司机哦！怎么啦？那你当鹦鹉几年啦、啊？啊，我当鹦鹉10年啦、啊。老鸟哦。